第一位梅艳芳，2003年12月30日因宫颈癌去世，年仅40岁。第二位陈百强，音乐才子，1993年10月25日因脑衰竭去世，年仅35岁。第三位许冠英，香港影视演员歌手，2011年11月8日因心脏病去世，享年65岁。第四位张国荣，2003年4月1日因抑郁症发作去世，年仅46岁。第五位罗慧娟，2012年6月30日因胰脏癌去世，年仅45岁。第六位翁美玲，1985年5月14日因感情问题在家中开煤气自杀，年仅26岁。第七位蓝洁瑛，2018年11月3日在家中猝死，享年55岁。第八位黄家驹，1993年6月24日录制节目时在舞台上不慎跌落，重伤昏迷，6月30日家中去世，年仅31岁。第九位林正英，1997年11月8日因肝癌去世，年仅45岁。第十位吴马，2014年2月4号因肺癌去世，享年71岁。以上明星当年。